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海婷。今天我们来吃蒸鸡。我脸上因为点了字儿，你看嘛，连着五个、六个字给它点掉，所以说不能吃特别刺激、辛辣的。所以我们今天来吃这个蒸鸡，然后也不化妆了啊，不要嫌弃，也不要喷了啊，也不要嫌什么发际线高啊，一天的，我都知道你们要说啥。然后呢，来先去看吧啊，来先吃个蒸鸡。哇，好久没吃了，哎呀，好嫩啊！好好吃，可把我馋坏了，这也太嫩了吧。嗯，这骨头还喷汁呢，嗦一嗦小骨髓。嗯，看中间这里还冒这个，好吃，上火也好严重，看到没有，我的鼻子都是痘痘。嗯，有肉呢，哎不对啊，我感觉还有肉啊，等一下。嗯，好香，还有个大鸡腿，这个视频要给我点赞啊，一定要给，呵呵，超级有食欲。嗯，双击，下个视频继续干他，看能不能把这一只给他吃完。嗯，